新的这个搭档啊，对，李洪汉跟陈培东啊，其实任务就比较艰，转出来，先试一个吧。对，这没什么毛病啊，但是陈培东这个三分啊，确实是复赛之后表现非常糟糕。哎呦，这掉的，没有。啊，第一次主动的在内线做进攻，啊，可能教练组会觉得更放心一些。是，能够打的位置比较多啊，对，他更多的换防。对他一号位的三号没有，这如果算的没错的话，掏的第三个。对，哎呦，球了一个好球啊，掉了，但是裁判给了打入犯规。我们看梅奥的这些抢断。这就不仅是给大汉传出了一个脚，两翼底以下，啊，对，底角的位置。他现在因为就是陈培东，他就是刚才我们说了，他这个现在他打法更多的攻击后卫的这种角色感觉，嗯，啊，但是实际上就是，而且顺势就给大汉做了个掩护啊，嗯，非常高兴，科直接给挡走了，啊，再来调一个战术，要高位的掩护啊，抢过，现在换防，梅奥，这边二打一。朱这个位置赶啊，他就再加强。好，哎，挡板球，哎呦，可没放进去，这球就可惜了。能抢到吗？赵继伟，好球啊！二打一，就是到刘志轩那一点应该是他投了，但是呢，可能是缺点信心啊，那球居然没有投啊。赵继伟也是在跟刘志轩比划这个投篮的动作啊，对，该扔了。对，那球啊，就是他，然后就打了一波10-0。这个10-0啊，不像一般我们意义上所想象的那个10-0那么的凶猛，因为他都是落阵地打的多一些啊。这个反击来了啊，也不是说山东队一点。哎呀，他就是啊，就是。那确实我就是还是教练员啊，还是内线啊，他要保持一个朱荣镇的高度在，否则就怕下去这个没高度啊。不是怎么玩啊？犯规太多了，太上的太快了，他应该注意控制一下。就四号位上，他稍微还是有些身高优势的。是。小天举投啊，这是防不出来啊，你就找这个没办法。梅奥眼里有人啊，跟球队。其实这明显的跟贺天宇对位，贺天宇就是在针对你嘛。对，而且这个赛季球队在之前就拿到了。哎，我们先看这个球啊，没有这个，这是防不了，没有这个节奏是正好，手机手这就给不过去啊，挡住。哎呀，之前投的不好，不敢投了。我没有挺能跳的，这么比高，好球，哦，漂亮，对，哇！现在拇指系列的暂停时间到。我突然一个上抢走了，李洪汉连丢了两个球啊！真的是，又是一个头上好球，这么耍起来，这对两队来讲这是太大的利好。和刚才那个赵继伟那传球啊，异曲同工之妙啊！大家都是喂到了贺天豪。吴科的第八次出手还是没能命中，没有假动作了。他打对手的这种防守给的强度就太强制了。赵继伟现在是这个辽宁队啊，得分篮板中啊，嗯，顶着防守，顶着防守头还有啊，马光汉个儿不够高啊，对，林奥不能够形成干扰。马光汉只有1.83米，八三。好球，换升级换，掌声送给号。传球显出来，对，真的是传出来就高质量。梅奥的身体状态是越跳越好。